第14课 你的车是新的还是旧的? 生词 经理 经理 好酒 好酒 啊 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最近刚刚开学开有点儿还是 咖啡杯杯车车自行车自行车汽车汽车摩托车摩托车 出租车出租车颜色颜色蓝蓝亮亮 王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关经理，欢迎欢迎。您身体好吗？很好。您身体怎么样？马马虎虎。最近工作忙不忙？不太忙。您呢？刚开学。 有点忙，喝点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来杯茶吧。我的车呢？你的车是什么颜色的？蓝的。是新的还是旧的？新的。那辆蓝的是不是你的？哪辆？ 那辆？不是，啊，在那儿呢。